今天为您解读舒适、习惯的掌控。副标题是：如何养成良好的习惯，改掉坏习惯。众所周知，好习惯能带来好处，而好习惯却不易养成。无论是坚持多吃蔬菜、少吃肉类，还是减少不必要的花费，我们常常一开始兴高采烈，但很快就失去了激情，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到底怎样才能养成习惯并坚持下去呢？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本书的作者是詹姆斯·克利尔，他从小就喜欢打棒球，但是高二的时候。 他被一根棒球棒打在脸上，昏迷不醒。虽然克里尔在几天后就苏醒了，不过后遗症很严重。那样的话，他就不能走路了，看不清东西了，还会发作。从高中开始，他就没办法参加比赛了。尽管如此，克里尔并没有放弃他的棒球梦。进入大学后，他开始注重细节，培养良好的习惯，每天努力学习、锻炼身体，坚持早睡早起。大二的时候，他终于获得了首发的位置，因为出色的表现。 他被选为全校最优秀的运动员，获得了学校最高的荣誉——校长勋章。这个经历让克里尔认识到了习惯的力量，习惯决定我们的生活。一开始不起眼的行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会产生惊人的效果。借着这个机会，克里尔开始研究养成习惯，并将有关习惯的文章发表在网上。他的文章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，累计阅读量突破八百万，并被《时代》《福布斯》等主流媒体连载。二零一七年，他创立了一个习惯学院。 以帮助更多人养成良好的习惯，改掉不良习惯。许多世界五百强公司都派员工来这里培训。超过十零零零名教练和教练毕业于习惯学院。这本书是克里尔对习惯的思考与实践的总结，他为培养习惯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计划。这本书出版后，曾登上许多畅销书排行榜，包括《纽约时报》、亚马逊网站。特征指出，习惯的目的在于获得某种奖励，比如健身有助于减肥，早起有利于工作。同样的。 坏习惯，吸烟可以舒缓压力，高卡路里的炸鸡能满足口腹之欲。想要控制自己的习惯，我们需要四个步骤。第一步，电影提示，提示是对外界环境的一种提示，它使我们认识到某种行为会带来回报。比如早起的人，闹钟就是一个信号，提示出发。第二步，渴求，渴求意味着我们越想得到奖励，行动起来就越容易。但求会激发第三步的反应，它指的是为获得奖励而采取的具体行动，有反应。 就能得到第四步的奖励，这样可以满足我们的欲望，激励我们去寻找更多的提示，去行动，去获得回报，形成良性循环。本书主要介绍了四大定律，分别对应四个步骤，他们帮助人们养成好的习惯，改掉坏习惯。下面我将分别介绍这四个定律和具体使用方法。世界第一定律，让习惯显露出来；第二定律使习惯具有吸引力；第三条定律，让习惯变得容易；第四条定律，习惯是快乐的。行。 先讲第一定律吧，让习惯显露出来。相应的步骤是提示，奖励越明显，我们越有可能采取行动。本文主要介绍三种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建立一个习惯积分卡，用来思考习惯，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已经形成的习惯，为将来的改变做好准备。找张纸吧，把自己的习惯写下来，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好的、坏的习惯，还是中性的习惯。中性习惯指的就是结果比较中性的行为。有人要换睡衣再上床。 早餐吃三明治是中性的习惯。通过把习惯写下来，思考它的本质，我们就能更好的了解习惯。有些人可能连自己的坏习惯都不知道，所以思维习惯是改变行为的第一步。与此同时，习惯的一个特点是高度自动化，常常不知不觉的完成。很多人工作到一半的时候，都会拿出手机来刷，这才回过神来，怎么又开始玩手机了？反省已有的习惯，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观察行为。等到同样的行为再次发生时，我们才能更早的意识到。 如果这是一个好习惯，我们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；如果它是坏习惯，我们会想办法及时终止它。作者建议，当我们发现坏习惯即将发生的时候，应该大声的说出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以及相应的结果。比如，当我看见炸鸡的时候，我会说我想吃炸鸡，但是我不需要它，它会使我发胖，损害健康，这会让你意识到坏习惯的后果，让你的行动变得更加困难。第二个，让习惯变得明显的方法就是制定执行一培养习惯。 人们通常会制定计划，不过计划未必会成功。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作者介绍一种能够激励我们行动和坚持的计划，是的，执行意图。具体的执行意图形式如下：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会采取行动的。这里的情况 A 通常指特定的时间和地点，比如每天晚上八点，我都去健身房锻炼一个小时，这是典型的执行意图。心理学家们发现，与其他计划形式相比， 执行意图可以显著提高行动的成功率。一项研究表明，相比那些只想锻炼身体却不知道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做什么的人，每周锻炼频率要高一倍。因为执行意图的行动暗示更为明显。当制定执行意图的时候，时间一到，地点就会被提示。在安排日程的时候，我们会把时间提前，这样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了，这样才不会轻易漏掉行动。执行意图还规定了具体的行动，我们只需要照办，不需要临时思考如何去做。 这样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避免拖沓。作者也介绍了另一种执行意图，叫做习惯叠加。一般执行意图提示的线索是时间、地点及什么时候，我该怎么做。习惯性的叠加提示则是一种习惯。如果我想每晚都去健身的话，我可以看看习惯卡，找个现成晚上的习惯。比方说，我每天晚上回家都要吃水果，那么我制定了一个习惯叠加，每次晚上吃完水果后，我都会去健身房锻炼一个小时。 时间、地点、行动本身就是一个更加明显的信号。我们经常根据我们刚才做的事情，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。上完厕所后，他会洗手，然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喝一杯咖啡。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时间，但是行动本身就是一个主动的提示，就像闹钟响了一样，我们不用想也知道下面要做什么。因此，设置已有的习惯作为提示，可以更有效的激活行为，培养新的习惯。 第三个让习惯变得明显的方法就是改变环境。作者指出，很多情况下，人们的行为是受环境影响，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研究人员在一九七零年代发现了阿姆斯特丹郊区，有些房子是用电做饭的，比邻居少百分之三十。不过，这些房子的面积都是一样的。后来，研究人员发现，电价也是一样的，唯一不同的是电表的位置。有些房子的电表安装在走廊里，一目了然；有些电表是装在地下室里的。 平时是看不到的，因此经常看电表的人，自然而然的养成了省电的习惯。因此，我们能够突出习惯对应的环境提示，来培养良好的习惯。如果你想喝更多的水，可以在每张桌子上放一个水瓶的水，这样你就可以随时看到它了。如果你想背单词，把单词书放在床头，同理，消除环境中的小窍门也有助于戒掉坏习惯。如果你想减少游戏时间，可以把游戏机放进柜子里，这样你平时就看不到它了。作者也建议说。 习惯可以与特定的环境相关联，比如坐在办公桌前只会工作，而不是娱乐。想玩手机的话，可以坐在沙发上；要吃饭就得到饭桌上去。如此一来，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提示。坐在书桌前便知，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，不想吃零食和手机吗？在这种分工明确、稳定的环境里，好习惯就容易养成。好吧，在此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定律的内容：我们要让习惯变得显而易见，有三种方法。 一是建立习惯积分卡，反省一下习惯，了解已有的习惯；二是制定执行意图，明确行动发生的时间、地点，或将行动与已有的习惯联系起来；三是改变环境，突出好习惯的提示，消除坏习惯。习惯也可以与特定的环境相联系，使环境本身成为它的生命。第一定律讲完了，下面讲第二定律，保持习惯的吸引力。这一步就是渴望，我们对奖励的渴望越强烈，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。 这本书介绍了三种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绑定偏好，也就是说，把需要做的事情和喜欢做的事情联系起来。比方说，你喜欢看美国电视剧，同时也想培养背单词的习惯，你来定。只有把单词背下来，才能看美剧。如此一来，对于美剧的渴望将会激发你记忆单词的动力，而且它还可以和自己的习惯叠加在一起，发挥出更强的效果。理财继续说道：“除了把健身与吃水果联系起来，我也能定下来。” 做完运动后可以打半小时的游戏，整个执行意图就是每天晚上吃完水果后去健身房锻炼一个小时，玩游戏半小时。如此一来，健身既收到吃水果的行为提示，再加上玩游戏吸引人，有了这两样东西，健身的动力自然也就大了。第二个让习惯吸引人的方法就是加入一个特定的团体。人是群居动物，我们渴望融入团体和他人，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，获得他人的认同与尊重，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。 在远古时代，人们生活在部落里。那些离开部落独自生活的人，没有足够的资源，也没有帮助他们应付突发事件，大多数人都活不了。所以，集体归属感是人类最深层次的愿望之一。当一种习惯帮助我们融入群体时，它会变得更加吸引人。当我们养成某种习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哪些群体有这样的习惯，可以主动的与群体接触，并接受群体的影响而改变。最普通的一类，适合我们身边的人。 就像一个朋友或者家人，亲近的人给我们施加了一种无形的压力，把我们拉向他们。一项调查显示，如果一个人有一个肥胖的朋友，那么他肥胖的几率就会增加百分之五十七。当一个人的体重减轻了，他的另一半也会同时减肥。所以，如果你想减轻体重，和瘦朋友一起吃饭、锻炼身体，减肥成功的机会将会大大增加。作者认为，那些成功者也是一个群体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模仿自己所羡慕的事物，比方说。 复制成功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，学习你最喜欢的厨师的食谱，或者模仿老板的交流方式。作者建议我们多读一些成功人士的访谈，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，发现值得培养的习惯，然后模仿，促使养成习惯。第三个让习惯吸引人的方法，这就是对习惯的强调。大多数习惯带来的结果是好是坏。存钱理财可以让你的未来更加安全，但是同时也会降低你现在的生活体验。吸烟有害健康，不过。 这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。如果我们想要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就要注意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提醒。存钱理财是一种获得自由的方式，而非自我约束。如果我们要戒除恶习，就要更多的关注它所带来的危害，提醒自己吸烟是一种慢性自杀，而非减压的方法。这种思考方式可以增强好习惯的吸引力，降低坏习惯的吸引力，从而引发行为上的变化。我们可以把坏习惯想得更深一些。我渴望坏习惯的结果，而非坏习惯本身。 人们抽烟是为了舒缓心情，并不觉得抽烟本身就是一种消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找到更健康的选择，比如冥想和散步都可以让你的情绪得到放松，没有必要通过吸烟的时间。行，在此，我们对第二定律的内容进行总结，让我们习惯吧。吸引人有三种方法：于是绑定偏好，将习惯与喜好联系在一起，它可以和自己的习惯叠加在一起，提升自己的效果；二是加入特定的群体。 可以多和有良好习惯的亲朋好友接触，或者模仿他们崇拜的成功人士。三十强调习惯带来的后果，思考好习惯带来的好处，坏习惯带来的危害，寻找其他行为替代坏习惯。第二定律讲完了，下面我们来说说第三定律，让习惯很容易做。它对应的步骤就是反应，养成习惯需要不断重复，最终使行动自动化，不需要刻意参与就可以顺利完成。关键是保持足够频繁的动作，频率越高。 大脑对动作的印象越深刻，越熟练。因此，我们要让习惯变得容易，降低行动的门槛，提高行动的频率。本文主要介绍三种方法。第一个途径是改变习惯的阻力，我们可以一起行动，减少阻力。比如，选择健身房，最好选择离家近、上下班方便的地方，这样可以省去很多弯路，也省去了去健身房的麻烦。我们还能提前做好准备。提前做好准备。如果你想做早饭，那就把锅碗瓢盆都拿出来。 放在灶台上，第二天一起床就可以开始做饭了。如果你想吃更多的水果，周末的时候可以把水果洗干净，然后放进冰箱里吃。再一次，我们还可以增加准备步骤，以提升坏习惯的抵抗能力。如果你在睡觉前看电视看的太多，那就拔掉电视插头和遥控器的电池。这种方法可能不会对真正的上瘾有帮助，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坏习惯已经明显降低了。第二个让习惯变得容易的方法是两分钟。 两分钟的原则就是从一开始就培养一个新的习惯，只花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。每晚睡觉前，如果你想读一本书，请跟我来，先读一页书；如果你想每天整理衣物，请从铁先买一双袜子。作者认为，一个很难坚持习惯的常见原因是好高骛远，一开始目标太难，很难坚持下去。两分钟的规则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新习惯，不让自己过早的死去。很多时候，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开始阶段。 嗯，经常健身的人会有这样的经历。男人并没有具体的锻炼过程，而是让他换了一身衣服，然后去了健身房。只要进了健身房就行了，后面的基础训练应该不成问题吧？两分钟的规则可以减少一开始的阻力，让习惯建立起来，以后再找机会改进。我们会有这种感觉：去健身房锻炼两分钟很简单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，太丢人了。等我们训练了两分钟，说不定就会想着再来一次。这样的习惯。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成熟，而且两分钟规则也改变了我们理解自我的方式。作者认为，不符合身份的行为坚持不了多久。我也许想存点钱来理财，但是如果我崇尚享乐主义，相信购物能使我快乐，即使真的存了些钱，最后还是忍不住去吃喝玩乐。如果我认为我是一个精打细算、着眼长远的人，自然会控制开支，不乱花钱。所以，真正改变行为和保持行为的，是我们对自己的理解。 两分钟规则的好处在于，它设置了一个非常低的门槛，可以通过简单的行为改变我们对身份的理解。如果每天都去健身房，哪怕每次只有两分钟，持续一个月，我就会从心底里相信自己热爱健身，把锻炼当成生活的一部分，养成一种长期的习惯。第三个让习惯变得容易的方法，这就是建立承诺机制，也就是说，所以不管他有多么不愿意，他都必须要做。比如，我想学英语，但是又怕坚持不住。 那就花钱报新东方吧。如果不去，那钱就白花了。承诺机制还有助于戒除坏习惯，有些技术可以做到这一点。例如，有些手机有一种叫禅定的功能，参禅禅定，一旦设定时间限制，手机就会被彻底锁定，无法使用。这种模式也无法在中途退出。对于那些专注于工作、从不使用手机的小家伙来说，禅定模式是一种承诺机制。我们还可以在建立承诺机制方面寻求他人的帮助。作者以自己为例。 为了集中精力写作，少上网，他的助手每周一都要重新设置所有社交媒体的密码，直到星期五下班。只有助手告诉他新密码，才能让他在周末上网，效率大大提高。行，在此我们对第三定律的内容进行总结：我们要让习惯变得容易，有三种方法。于是，习惯改变了，我们可以减少准备好习惯的步骤，增加坏习惯的准备步骤。二是采用两分钟规则，降低行动开始阻力。 改变对自身身份的认识，建立一个承诺机制，为未来做好准备，让你做不到的事情。第三定律讲完了，下面讲第四定律：保持习惯是愉快的。这个定律对应的就是奖励。当习惯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时，我们更愿意坚持习惯。这本书介绍了两种方法。第一个选择及时的改变奖励，其实奖励是完成任务后马上就能得到的。好习惯虽然能带来好处，但大部分好处是不能马上得到的。今天开始锻炼。 也许明年才能瘦下来。今天开始存钱，可能要等好几年才能攒够首付买房子。从现在的结果来看，我得到的只是锻炼的辛苦，以及不能随心所欲的购物。相反，许多坏习惯会带来及时的奖赏，而吸烟则会立刻缓解压力。工作的时候走神刷手机真的是太快了。从进化角度来看，人类在野外生活了二十万年，我们的祖先应该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未来，而是如何找到食物来躲避野兽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大脑会自然而然的产生重视和奖励，所以我们天生可以养成好的习惯，也容易养成坏的习惯。因此，要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就必须加强及时的奖励。每一次做完，都会有一种满足感。一种常见的方法就是让习惯的好处变得更加明显。比如，我想攒钱买房子，然后我会专门开个账户存首付，每次我都会克制住自己的消费冲动，然后把钱存入自己的账户。如此一来。 我的账户余额就会直线上升，这种及时的奖励使我感到高兴。另外，我们也会提供额外的服务。举例来说，每次锻炼一个星期之后，我都会去做全身按摩或者去逛街。相比长远利益，这些奖励更容易实现，激励我坚持下去。但是你要小心，不要让额外的奖励与良好的习惯产生冲突。如果每个周末的锻炼奖励都是大吃大喝，那锻炼就没有意义了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对坏习惯进行额外惩罚，就能改变坏习惯。 通常的方法就是找个负责的搭档，由他来监督自己。一旦养成坏习惯，就要承担责任。比方说，如果你想每天坚持跑步，你可以找一个朋友，每天发一份跑步记录给他，你得把十美元转给朋友。负责的伙伴也可能是陌生人。书中有一个例子，有一位企业家希望每天六点之前起床，他的做法就是在推特上留言，每天六点以后，他就会自动运行，内容是这家伙现在还没起床。 回复这条消息可以得到五美元的报酬。如此一来，所有看到 Twitter 消息的人都会成为他的责任伙伴。迫于监督的压力，他不得不早早起床，删除了自己预定的推特。第二个使习惯愉快的方法，就是跟踪习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习惯轨迹记录下来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日历，每完成一次任务，习惯就会把对应的日期划掉，这样才能更直观的看到他的习惯。具体点就是记录下具体的动作。 比如做几组俯卧撑、背单词、跟踪习惯的最大好处就是将跟踪行为转化为及时奖励。看着日程表上的差距越来越大，看着自己的训练记录，我们感到自己越来越优秀了，这是一种满足感，也是一种习惯，这也是一个好习惯。它提醒我们不要半途而废。好习惯之所以难以坚持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会持续很长时间，尽管我们努力了，但是却没有感觉到进步，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。举个例子。 也许一开始的两个月可以减掉四五公斤，但是越往后减掉的速度就越慢。这半年来，他的体重都没有任何变化，这被称为平台期。只要熬过了这一关，量变就会引发质变，这就是我习惯的结果。如果在平台期遇到挫折，我们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放弃。这时，看看我们记录下来的习惯轨迹，就会发现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。一旦放弃，那就是前功尽弃。如此一来，他就更容易坚持下去，突破到平台期了。 作者进一步指出，追踪习惯本身就是一种习惯，需要培养。关于这一点，他给出了三点建议：第一名，名没必要把所有的习惯都记录下来，太累了；第二点，使用科技手段就是自动跟踪习惯，我们可以经常一起看一看；第三点，要习惯于手工跟踪，请遵循习惯叠加原则，把你的跟踪习惯与你要跟踪的行为联系起来。一旦你完成了一件事，就立刻把它记录下来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第四定律。 我们希望习惯是愉快的。方法有两种：第一，改变，及时奖赏。我们可以使习惯的好处变得更加明显，或者增加额外奖励来保持习惯。同时，我们还可以找一个负责的伙伴来增加由坏习惯带来的惩罚。二十，追踪习惯，记录你的习惯轨迹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及时的奖励，使我们有一种成就感。当我们遇到挫折想要放弃的时候，追踪的习惯也能使我们坚持下去。至此，《掌控习惯》这本书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。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。习惯具有巨大的威力，一开始不起眼的行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会产生惊人的效果。培养习惯分为四步，分别是提示、渴望得到回应和奖励。每一步都有一条法则，可以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，戒除坏习惯。第一条法则就是让习惯变得明显。我们可以建立习惯积分卡，反省习惯，制定执行意图，突出好习惯，消除坏习惯。这是第二条定律。 保持习惯的吸引力，我们可以将习惯与喜好联系在一起，加入一个拥有良好习惯的团体，并且强调习惯所带来的后果。第三定律就是让习惯变得容易，我们可以减少好习惯的行动阻力，加强坏习惯行动的阻力，采用两分钟规则来保护习惯的萌芽，建立承诺机制，为未来做好准备。第四条定律就是使习惯变得快乐，我们可以奖励好习惯，惩罚坏习惯，记录习惯，将他的行动轨迹记录下来。行。 掌控习惯这本书就给你解读到这里。音频下面是听书笔记，明天见。